您先，赶到那个肠道的末端的，异常看那个沸点啊，这个沸点是下面一个像烧饼，下面是平的，上面像个帽子一样的一个沸点看到这样转，下面鼓起来了下面鼓起来了，转，下面就鼓起来了。鼓起来以后，这上面凹下去了，凹下去了，是慢慢下面先鼓起来，上面慢慢凹下去上面慢慢凹下去，然后一看，那个就成了一个，成了幼儿型了呀，但肺里还在转，肺里还在转，肺里还在转成那个幼儿型的在那边转的这个，然后那个上面又鼓起来，上面又高起来了，原来是凹下去了，上面又高起来了，高起来，然后下面慢慢又变平了，又变平了平了以后，然后又升上去了，变得倒扣过来一个幼儿型了，哎呀，这个肺点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人呢感觉这个肺点，这个肺点好像是，可变形的，也就是说。宇宙里边有那个变形的可以变形的那个，可以变形的那个沸点告诉上面这些，有变形的沸点好，再见有变形的沸点再见，再见。